好朋友，猫跟咱个咱中下高嘞，啊，但是吼，伊咱的距离有比较远一点点哦，啊，所以看较无清楚，所以咱个咱拍完好朋友拢跟你感谢，感谢你的掌声鼓励，祝福大家能够万事皆如意啦！吼，来啊，这首抒情配套的歌曲，那讲紧歌听这首，把歌听配套，袂歹，咱的小飞咧唱歌完啦吼，是咱的，伫咱的业界算讲是，无歹讲数一数二，好不好？来讲数五数六，好不好？我那排行榜哦，有前五名的这样子，真的吗？真的还有真的有，因为你知道，你蛮厉害，蛮常会去广播播听吗？有对啊，我们不好，我们不方便说出谁，但是对，但是就是有啊。可是我就觉得我可能没有，那就算你精彩就算舒服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有没有？干嘛讲啊？我都想就黑小卢安啊不，个人的开口无同款。你看咱那个街吼，做侪咱的歌手拢做够唱歌，但是每一个唱歌开口拢无同款。像你看，当然咱阿伯边个有咱的我们的西西，哎西西那唱歌也很好听，很好听啊，都是温顺的啊。对，啊你看咱的，而且他的声音也是舒服的那一种。对，舒服的那一种。啊你看咱的小卢，跟咱的米切尔，他们的声音就比较有 power。哦，哎小心，就比较吼较冲啊呢，唱歌比较较冲。啊像咱的小飞就是要冲啊。小卢跟干妈也麦古做声。小卢，你讲伊单点无够大粒对不？不是，伊讲嘛，伊有一届，迄讲哎，昨昏拄着庄姐时，伊跟人家讲吼，哦，伊麦克敢若有较细声。真的吗？无啊，伊说足大声呀。伊拢破表啊！伊会一直足大声呀了，伊哎大声敢会惊人啊了？庄姐讲，无即摆是耳康有问题吗？庄姐讲，哎，蛋姐我会较大声，然后庄姐讲你拢破表。对，真的，伊拢破表，大家老师拢知影。伊讲伊拢个羞个。今天伊他的声音就比较红，就是我老表小老师嘛，公仪拢破表。对，今天他的声音比较大声呐，对，所以他比较赶快比较有 power 那一种。啊，不然小飞的时候，就是有 power 又有点没有 power。以前我也会很有 power， 真的吗？现在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真的，对，我唱不成，不能安尼啦。真的吗？那个我们的喉咙会那个疲乏。一点拢会退化呀。而且我刚刚讲，没关系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声音无同款，像你看你个出道的声音都一定无同款。对啊，出道的声音会比较稚嫩，哎，他稚嫩，啊，你做完愈唱愈老练，啊，所以你的声音就变无同款。哦，真的，真的会这样子啊？像你看我今麦个出道的声，哇，嘛一定无同款的呀。小卢嘛是吗？小卢较早较细声呢，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唱歌没有这么有 power。真的，对对，一起倒唱了袂歹听。所以张亚中姐讲，那卖古蛋姐敢较大声。无，迄我感觉伊耳康有问题。张姐佫甲看讲，你的已经有够大声，而且你的拢是破表，佫甲你收过来。真的，伊讲他的是真的是这样子，他的是每台老师都会把它收一点点下来。欸，他的声音，然后钟姐讲你连讲麦苦麦压手腕哦，那又讲，我无压做腕。无老师，你来咱阿伯老师准备要做一条手啊，你敢知？嘿，可以夹来吃。我夹来头前哦，我夹来，我夹来安尼，我用压手腕。真的呢。对，我夹来头前面安尼就好啊。真的呢。对，来哈，阿咱的小飞唱歌也是不错听，然后没歹听，啊各有各的特色，好，阿妹姐特色拢总无同款。啊，今天阿妹姐水果料拢是经过咱的贝团团助吼，咱的阿聪，说精心挑选的，大家拢人水。体格赞，啊，咱的面膜啊够水，吼，啊，重点歌拢做够唱的，每一位都有实力的啊，嘞，你不错了，算不错了。那你小卢来就打趴，好打趴，没有，个人有个人的特色，伊有伊的歌喉，你有你的歌喉，歌喉拢总无同款，好，啊，所以今天吼就是享受咱的美丽的歌声的时候，嘿，每一个水果女娃拢做够唱乖，大家欣赏看卖啊嘞，安尼啦吼，啊，今麦咱的小飞来跟咱所有姐姐的好朋友来个亲安问候一下，好，来，大家好，小飞咧叫大家下载一档嘉宾来拼赛。当两边来，天天开心，大发财，活灵好运，年年来哦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真的是新年快乐，重要，新年快乐。咱大家要哎跨年吼，哎，唔知大家有做无用的无安尼吼，啊，今仔吼哎过新的一年很快耶，哎，今年鬼不怪吼三周年庆啊那样吼，对，三周年庆啊那样吼，今天又是元旦，真的，所以吼嘛，马格兰呢吼，哎，李维正尊先来恭喜他生日快乐啊那吼，三周年啊那然后来啊，咱的小飞吼安排两首拢非常好听。歌曲，景观冇甲咱安排，抒情的开口冇甲咱安排，啊，所以今麦看见咱的小飞继续给咱安排好听的歌哦，吼，来，轻快歌曲，水水水，好，水水水，祝福咱的小飞哥哥，你新的一年拢和咱开开心心，开开心心哟。
谢谢。